走，他都不知道该往哪走。不过查正方并没有放弃，他托人写了一封寻家启事，上照相馆呗，怎么说叫人家给我写呗。那个寻启事啊，我到那还边好险啊，我找来没边没说的。然而那个时代交通并不发达，查正方那些单子只能在当地贴一贴，事情只能不了了之。日复一日的煎熬和等待之中，查正方渐渐地向命运低了头。而孩子出生以后，他的想法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也当妈了，有小娃的时候，老娃的时候，到时候我回家，我不是见不着他们是吧？就这样，查正方决定要留下。然而，被迫离家的痛苦，也许还能被时间冲淡，思乡之情却怎么也拦不住。这位是查正方的儿子，在他看来，自己的妈妈其实没有一天没想过家。以前我妈妈想家，想的真的是快要疯了一样，有的时候想过自杀的念头，可能是。我妈妈是一个不识字的人，线索一直找不到，眼泪流出来告诉了我说，儿子现在没有文化，就像一个盲人一样。而随着孩子逐渐长大，查正方还是不可避免地想到了母亲。原来算上今年，查正方的母亲已经快60岁了，要是她再不回家，这一辈子都可能无法再见到妈妈。思索再三，查正方还是决定回家寻母。2019年，他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寻亲视频，尽管他不认识字，但为了回家还是努力学会了使用手机。哥他们俺兄弟他们肯定要玩手机，我都叫大儿子我写的字，我说我也不识字嘛，我说让大儿子我写的。然而人海茫茫，查正方的视频发布了一年多也没有什么线索，个人的力量总归是渺小的。最后查正方还是下定决心开始寻求警方帮助，但是警方一问他家的住址不知道，家乡的名字不知道，家乡在哪个县还是不知道，这让警方有点为难。关键时刻，查正方努力回忆起他们家盛产核桃、竹子和茶叶，并且村里人属于少数民族，都带有头巾。肉高着颤，高着颤上去是吧？通过这些线索，警方终于将范围缩小到了普洱、德宏和临沧这三个县。会有查正方苦苦寻找的亲人吗？在多地公安民警的不懈努力下，他们终于查到了一个叫查老汉的男子。此人在20年前曾报案说自己丢过女儿，从照片上看，失踪者的长相与查正方高度吻合。警方立即驱车找上了查老汉，经过一系列血样信息比对，结果让人无比振奋，查老汉与查正方正是亲生父女关系。警局里，查正方看着父母现在的照片，哭得泣不成声。20年了，父亲的头发已经全白，母亲也消瘦得不成人样。很难想象，在他失踪的这些年里，双亲究竟遭受了多大煎熬。我这多年都不见了，我想家，我妈，我想了。除了心痛以外，查正方更多的是感到一阵担忧。这是他不要你了哈。你以为是他把你卖掉换钱治病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有这个想法。当年他被拐卖的事究竟是纯属偶然还是另有隐情呢？查正方决定亲自寻找答案。第二天，他来到商场，为父母挑了几件最好的衣裳，带着激动又忐忑的心情踏上了回家之路。正所谓游子归乡情更怯，到达家门口时，查正方的脚就像是注了水泥一样动弹不得，只能靠民警搀扶着行走。下一秒，他的父母出现在了面前。在父母面前，36岁的查正方哭得像个孩子。他终于可以问出那个困扰了他20年的问题：“爸妈，你们是不是不要我了？”在得到父母坚定的回答以后，查正方的心结终于烟消云散。其实自从他失踪以后，父母从未放弃过寻找，当时家里已经穷得连饭都吃不起，可父亲为了筹钱找女儿，还是带着病去山上背石头，结果却积劳成疾，差点把命都丢掉。而母亲就像是丢了魂一般，天天哭，日夜哭，哭瞎了左眼。好在如今一家人守得云开见月明，再也没有什么能将他们分开。不过事情还没有结束，因为拐卖查正方的人犯还没有被找到，警方通过调查发现，当年有个跟查正方一起被拐的云南姑娘，名叫李小夏，她运气好逃了出来，而她刚好记得自己是被交给了一个叫做杨华的女人。经过多方信息整合，警方很快在蒙城县找到了这个杨华。当时房子在哪？就是这样子啊，当时都在这。
眼前的房子就是杨华以前用来关人的地方。面对警方的审问，他承认了李小夏说的一切，但是他只负责转卖。骗走查正芳和李小夏的是一个叫刘彩云的中年妇女。2020年7月，警方在大理迅速对刘彩云实施了抓捕，没想到他却给出了这样一套说辞。我说这三个姑娘嘛，就交给你，反正你不是说一个月5块钱工资吗？你就领着他们好好去做。三个就是一路领客给他呢，他咋个处理我就认不得了。这些被他一分钱都没有给我啊，那个是亲戚啊，一分钱他都没有给我。最后刘彩云和杨华都被采取了强制刑事措施，警方还需要采取进一步调查。我们相信真正触犯了法律的人必然不可能靠狡辩来脱罪。随着社会发展，人口贩卖的现象正在一年比一年减少，这是法律意识普及以及执法力度变强的表现。但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，那些破坏家庭的恶魔依然伺机而动，只有当最后一个买家消失，这种惨剧才不会再重演。